到达我们终极点，我们的五福三路以及英雄路口啦。我们现场的朋友，是不是有明天整个跑车来给过来一下？耶！可以看到他们呢，有别于刚刚呢，我们这个国军弟兄的乐器队哦，这个非常的英勇，这个英气啊，非常的这个雄壮威武。他们呢，因为都是女生为主的关系，所以呢，大家看起来啊，就是比较柔和一点。但是虽然柔和，他们的表演还是相当相当的专业，而且啊，展现出来呢，就是另外一种美感。树德加商啊，不只是这个，我们的乐器队享誉国际，非常有名。他们今年的花灯啊，在我们高雄市，我们花灯的比赛今年也是第一名，荣获我们的灯王。我们是不是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啊，这代表呢，我们这个树德加商的同学们呢，平常呢不只是这个大家用功努力的读书啊，平常呢我们在许多不管是手艺上、手工艺上面，或是呢在于我们一些课余时间的我们这个表演还有训练都非常非常的齐全啊，算是文武兼备的一些学校啊。那希望呢，如果我们很多朋友，高雄啊，我们在地的一些朋友，甚至是外地的朋友啊。如果你在选择这个高中或者高职就读的时候，也可以来选择我们树德加商。当然，我们树德加商啊，本身的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荣耀啊。他们今年也才刚获得一个奖，最近的一个奖呢是全国音乐大赛室外演奏组全国优等第一名，而且他们已经连续17年都拿下这个荣耀，拿下第一名的荣誉，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间学校，再一次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树德加商乐器队。现在我们树德加商也要经过我们的舞台前方了，我们现场朋友是不是再次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他们为我们现场演奏的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我们的台湾民谣四季红，祝福我们大家呢，在羊年大家都可以四季长虹，气势如虹，祝福大家呢都可以春天呢、哦、以正式的到来，祝大家能够天天有非常